张嘴。我等相信用不好，你死了。我皮都粘住了。哎呦，你妈！不用的呀，你小啊，突然的，这就是发生在突然的，你知？开心一下，嘎嘎的打击。哟，你也追干啥？然后看这，我这也要啃了，唔知要哪啃了，唔知去做伤大啊，啃袂好吃。这边要先盖着才水的，挺紧。哦，这挺紧的人的哦，别人要冲出去，所以我感觉白龙水在创作这个瓶颈，就是用一个人，那一个人要冲出去。结果真的突然啊！我觉得星星哦，那是星星在造谣当的。是，我要查些，以后的灯也跟他介绍一下，来灯你再讲。好，直接下手。